这是我的名帖，以后如果你们家再有困难，尽管来找我。是你？这位是兄弟，哪有个女人做兄弟的？是朋友，朋友，朋友。谢谢，谢谢吴少爷。我想当学徒。你怎么能做学徒呢？七九六三五八四十。不错。先把他留在我这儿吧，要是到学徒房当丫头还毛手毛脚的，那就真把你撵走。干脆就别让他当丫头了，就正式当个学徒吧。不是你教我的吗？做人得讲诚信。不错。很一般呀，张牙舞爪的，让人看着头晕。少爷，听说你要娶亲了。啊，再过半年。再有三个月我们这期学徒交结业了，大伙就要各奔东西了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呢？就做些小生意，我就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。天高任我飞，牛皮任我吹。还是要走啊。你把这幅字拿下来吧。胡小姐这幅给周莹尝尝。共天朝瑞明茶呀。你的卖身契沈月生一直都没给我，为了你的安全得赶快走。现在就走？你不是想做点小生意吗？那另外的一百两银子就当你的本金。少东家，我骗了你，我只有一个养父，我们是走江湖卖艺的，我以前跟你说的全都是假的。我竟然会被你骗？除我之外你还骗过谁？那就多了。多？我跟着我养父从小四处闯荡，如果不骗我们就挣不了钱。那你可否答应我从此不再骗人？行，我答应你。快开门，快开门，快开门，开门，快开门，快开门，快。少东家，少东家，我是周莹，我来看你了，你醒醒呀。不就踢一下吗？谁家都一样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无需跪拜。今晚就住这儿。啊？不止今晚，这辈子都住这儿。我这辈子都会好好的照顾你。你起来了，啊，我们一起去给。怎么了？娘说了，要笑不露齿。那天我把你娘给气着了，刚才又把你爹给气着了。什
吗？现在你伤都好了，我还不走，待在这干嘛呀？你不能走。我闷。那你告诉我你想怎么样？我要出去。如果你可以达到娘的要求，我就带你去晋阳城里逛一逛。那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练习一下。可以。夫君。穿上它，我带你去晋阳城里走一圈。哇，我可以出门了！呀、啊，哦，千红姑娘又回春风十里了。啊？春风十里的姑娘你也认识啊？能给我买一块吗？一小块，小的就行。来块最大的。好，好，好。那么你尝尝。哦，我不吃。为什么？我从小就不沾甜食。那你的日子过得太苦了。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善良。我现在特别担心二虎，他还没我大呢。这没了娘，没了弟弟，回头我让人去找他，给他安排一份差事。少爷，你真是好心肠。少奶奶，你也真是好心肠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啊。我们俩明明相爱，却被活活的拆散。你在包间里打坐高兴吗？高兴。那他跟那个传教士的事又怎么说呢？什么传教士？他跟那个洋人勾勾搭搭的，还跟着进了教堂。你进了教堂还跟洋人？不，你听我说，周爷，答应我，从今往后，再也不和洋人说话，也再不涉足教堂。不，你就不怕被迷了心勾了魂吗？只怕被迷心勾魂的不是那洋人，而是另外的人。我不用你担心。现在你是我的妻子，你心里就觉得我配不上你？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。我别，我骗。五品少爷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的头好痛。周颖帮我捏捏就好，就像你之前帮我捏捏。是谁去跟夫人说是少奶奶把我气晕的？但从今往后，少奶奶在别院里说什么做什么都任由她，谁要违背立刻撵出去。从今往后，你在别院里想无理取闹就尽情的无理取闹，什么都不用管。我想搭建周棚，但是爹不答应。为什么？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。有一拨人应该不归杨管家管。谁啊？酒色赌博祸十回，遇难不帮过十回。学徒房？你就是点子多，回头我要好好打赏你。嫁我一个吧。啊？我可以帮忙熬粥，也可以帮忙施粥。那也是我们沈家的贵州。今天我们就把所有账一并算。沈心怡，周颖现在是我的妻子。你是个强盗，你偷了我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那吴聘今天就霸道一次，就强买强卖一次。这个女人我要定了。他不会轻易放过我。人脉生气不是死气，大不了就打个官司多赔点钱嘛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
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呢？你有没有事？你吓死我了！我怕你再出事儿。爹，是我撺掇吴平失周的。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？写休书吧你。爹，不能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写吧。你就这么嫌弃我？你们俩在包间里说的话我都听到。那你有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我听到你说都是你的错，你对不起他。的确是对不起他，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娶他，我很高兴我娶的人不是他。我爱上你了，这辈子我不要跟你分开，别让我休了你，好吗？可我只要他。如果要和周莹分开，我宁可当时没有醒过来。姐，你们不要赶我走，我想和吴斌在一起。从周鹏的衡量砸下来，我心里一直就是暖乎乎的。你到那个时候才爱上我？第一次遇见你我就对你心动了。我知道你骗了我的那时候。骗了你你还心动？是啊。你们快起来吧，你爹准了。吴聘拐卖我家丫头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还请赵大人把那个丫头归还于我们沈家。一个坚持要把你带回沈家，一个坚持不放，你是作何选择？反正我就是死也要跟着吴聘。周莹归吴家东院所有。那从今往后我就叫周莹，并且是我的周莹。你的？是以后无论我去哪儿我都把你带着，夫妻同心，双剑合璧。今天这茶可是我沏的，你尝尝看看香不香。一定是因为你亲手沏的缘故。那以你所见，超过12,200的通通都翻。我是不是又乱说话了？我呢就是喜欢听你乱说话啊。哎，周莹，我想去跟爹说一说，让你去参加六传厅的晨会。六传厅？嗯。今晚这月亮缺了一块，没有那天晚上好看。哪天晚上？就那天晚上。哪天？就那天。爹，不如你先让周莹去参加六传厅晨会。好。今天差不多了，你回去吧。是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明天起你可以练习六传厅晨会。哇！喂喂喂，放开我，放开！非礼勿动，非礼勿动，非礼勿动，非礼。哎，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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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学我啊！行啊，张美人，你要干嘛？现在我可以背离你了。爹，四叔、三叔、二叔，周莹有3分的机智，5分的天分，还有7分的眼光，超过许多寻常的男人，没有理由不用。早知道你们家这么有钱，
打死我也不会跟你爹说，让他把我给休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也是需要我们一起努力的。什么事啊？你又不正经。如果是个男孩，就叫怀仙。怀仙？嗯。爹，这儿呢有500两银子，您收着。你为什么这么帮他？因为他是你爹呀。吃出糯米的年没有？这年件儿就像我和你，怎么也分不开。吃出蜜枣的甜没有？这滋味也像我和你。我知道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吃劲糕，吃的是劲糕，品的是你和我的日子。说对了，有点犯恶心。我想吃那酸枣。行。小心点儿，别摔着了。少爷，慢点。说话了吗？快醒醒！好像断气了。你闭嘴！少爷，少爷，醒醒！武平，你快醒醒啊！醒醒啊！武平，武平，你别吓我！武平，快醒醒！我病。